心理医生收费不贵，不管男女81位，开个诊所把人安慰。哎呀，你说现在的人啊，这小心脏都太脆弱了，不管干啥都能整出病。你说结个婚吧，婚前恐惧了，生个孩子产后忧郁了，考不试考前压力了。你看这个这模样就知道被媳妇抛弃了。你咋知道呢？就你这翠绿的帽子就暴露你的病因了。啊，你怎么知道呢？啊，对对，行行行行，坐坐坐坐坐吧，坐坐坐坐。哎呀，小样儿，我说小伙子，你知道你这个病吗？主要就是第三者插足，后续内分泌紊乱失调症。啊，你干啥呀你？它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感情，你知道吧？这爱情它不是病，病起来要人命。对呀，爱情啊，它不是病啊，病起来它要人命啊。哎，你没事吧，医生？啊，这爱情它不是病，病起来要人命。行，医生啊，啊，我已经明确我的病因了，我有点模糊了。啊、怎么的呢？哎呦我的妈！哎，咱们唠点儿情歌，听情歌是治疗爱情受伤最好的一种手段。主要因为你现在呀，睁开眼睛也是他，闭上眼睛也是他，整个世界都是他，感觉自己无处可逃。对呀，无处可逃啊，逃到哪里呀，都是他的味道啊。医生哎，哎呦，心理医生啊！对对对，睁开眼睛也是他，闭上眼睛也是他。行，医生啊啊！我现在好，一点儿都不想他了。我感觉我自己哈、啊，哎呦，可好可好的了。哎呀，那我可不好可不好的了。哎呦喂！怎么的呢？我说那个小伙子，那你病好了你就赶紧回家吧，我求你了啊！不行，医生。你得给我治病，你这是要我的命啊。那咱俩聊点啥呢？你说你要不咱还聊爱情。你说这爱情根本就是普通的玩意儿，没啥了不起的。对呀、啊，爱情啊，我跟你说它就是普通的东西啊。 它很普通，它没什么了不起的。你不能再跳了，你再跳能把我吓。医生哎，我肯定好了，我肯定病了。你治好了我的病，你要了我的命。我感觉你应该看心理医生。我感觉你能当心理医生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